3个5块可以吗？你卖哟，你卖给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有小弟已经从吉隆坡顺到皇后来了啊！皇后巴沙马浪，过来是个哇，很多人呢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哇，这个皇后的巴沙马浪真的是有点不一样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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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吉隆坡下来，这里哈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从吉隆坡下来？我时常在地道里看到你呀、啊。我也是看到你呀、啊。全部36吧。哦，可以卖我10块吗？可以算10块可以吗？我只有10块半了、哦，算10块可以了啦。20块可以吗？算20块了，36算20块了。他给的是新币。这个都一样的，马币都什么币都一样，都是20块。这个你算了20块喽。我说是。啊。叫你亏本。我那里亏本，你亏本不是我亏本。哎，哇，还有10块啊！但是36，你收30就扣过来了。新币也一样的嘛，新币马币嘛是30块，马币30块，新币也是30块吗？你扣6块给我喽。开始怀疑人生。收30块，我赚到6块了喽，谢谢你啊！谢谢，我赚到6块啊，就是哇，这个老板很好啊。各位，他真的有赚到吗？哇，很好料啊！皇后巴沙马浪拉萨太好吃了，想不到啊，他的拉萨、啊、还可以减价了，36块减到30块啊！不知道怎样去报答他。坐坐坐，跟他讲谢谢就可以了。谢谢谢谢老板啊，扣到这样多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错过了什么？多少钱？再请一次。不要请我吃了，给你买啊。这个钱多少钱？10块。啊，5块可以吗？不可以啦。哎呦，你看、啊、你要欺骗我们这种老百姓。就是喽、哦，今天刚好我不够钱，10块，算5块可以啦。5块，那50啦，那40以后我再拿水果回去。我就5块半了，买2粒好。我要4粒，5块，不可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5块半了，真的不可以。谢谢啊，改次再来 ，Thank you。我就多少钱呢？5块啊，算4块可以吗？4块我给你买，我只有4块半了。4块啊，谢谢谢谢，你给我一个啦。4块买到了 ，Yes 啦。2块加2块，4块，5块卖我4块半了哈，这个老板娘真好。金币、毛币都一样的吗？也是块吗？一样的啦，一块也是一块，两块两块，一样的。我不知道了，我不会算数了。我知道是2块就是2块，4块就是4块。他5块扣1块给我，4块我给他4块咯，我赚到1块咯。我回去跟我妈妈讲，我妈妈一定很高兴，生到这个儿子会算数。谢谢你啊，给我站到一块，谢谢老板娘，拜拜。这卖什么了？嘿嘿，多少钱的？这个是什么水来的？洛神花。洛神花多少钱的？两只卖5块可以吗？给我2只了，我再赚1块了喽。好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原来肉这样好赚的，又再赚到了喽。香肠这个多少钱呢、啊？来一个5块，3个12块，可以任你参。3个12块啊！暗访的手。我看我还有多少钱？3个5块可以吗？你卖哟，你卖给我。这样我买不到了哦。拜拜，下次我要来吃你啊！卖边赖，卖边赖，谁精进谁精进，多少钱？10块，我有5块半了哦，5块可以吗？5块买不到，我5块买不到，5块买，下次我来买你啊！热狗，热狗有没有啊？冷狗有没有？冷狗没有了。哦，多少钱呢？这个？2片5块。我看我有多少块钱呢？4粒嘛，10块。对对对。哦，4粒5块可以吗？4粒5块。小本生意啊，卖我啦！我很喜欢吃，可以啦，一次啦，一次真的。本金五块不行的，不行。我喜欢你东北大花，4粒卖5块啦。你买4粒，我送你2粒。我是5块的，没有了。你那个是新币，你要卖给我吗？新币也是5块，什么也是5块，卖给我啦。什么情况？卖给我，老板，最后一次卖了。你拿麻痹了？真的不可以啊？不可以就没办法了。谢谢你啊，多少钱？3块。三个呢？9块。哦，三个卖5块可以吗？一次啦，可以啦。啊，赚到了9块，卖我5块啊，赚到4块啊！来，三个黑糖的，一个9块，卖我5块半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是不是的老板才发现，麻痹没有了，5块都是5块，麻痹也是5块，新币也是5块，一样快吗？最重要，快乐，谢谢谢谢。OK， 哇，这次来到皇后啊，皇后真的是可以赚大钱了、啊，不是买到很多东西啊，又赚钱又吃到很饱 ，Very good， 下次再来皇后巴路，皇后巴路来，路是名哈咪，外名是第一名啊，因为到到底，谢谢你，前巴沙马浪扣最多钱给我的就是你了。36块才收我30块，所以我一个小小心意买一点东西来送给你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谢谢。